Hello, my name is Mick Leisner. I'm an underwater photographer. I'm based here in Hong Kong, but most of my photography I do in the Philippines. 大家好，我是谢欣月，是水下行动的副制片。大家好，我是 Mick Leisner 摄影以及这个水下行动的节目制片杜宏翔。我是负责 models 所有时间表，让他们顺利地进行这个水底的摄影。我需要跟美工部门以及服装部门密切的合作，然后呢使这个手顺利地完成。大家好，我是周伟航 Diva。 在这次水下行动这个节目当中，我担任的职务是化妆师。 I like all of them and let's see how they do。 2、3开始。昨天有谁没有收到短信说我们追训练？有谁没有收到这个短信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现，并且没有一个人回复我？还有谁不能潜到水底？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吗？ Some of them you don't really can improve one minute already。你的清晰度很清晰。对，而且这里我做过了年。说的我都不敢下了，好恐怖啊。敬请期待水下行动。